据俄罗斯卫星社5月7日报道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表示，美国曾建议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 S-4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，但遭到安卡拉拒绝。报道称，恰武什奥卢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，美国提出了多个与 S-400 有关的建议。